大家好，这里是闪，好久不见，今天给大家玩一款游戏，名字叫 Papers, Please, 民间汉化的名字叫请出示文件，这是一款2013年的老游戏了，我16、17年的时候买的这个游戏，然后因为当时没有汉化，所以就一直搁置了。最近看到这个 Steam 评论里面有这个汉化包，所以就弄下来试试了。这个玩了一会儿，然后体验还不错的，像已经我的进度已经玩了20天了，之前这个已经。这一共有20个结局，然后我已经刚打通3个结局。那我们今天的话就从头开始玩一下，给大家来演示一下。这是我们的新游戏，恭喜你！10月劳动抽签结束了，你的名字被抽中了。1982年10月号劳动彩票。请立即向格莱斯丁边境检查站的入境管理部报到。入职了，我们会为你和你的家人在东格莱斯丁安排一个住所。荣耀属于阿什托兹卡。阿什托兹卡真理报，11月23日，1982年。格莱斯丁边境终于再次开放了，在漫长的6年之后，入境管理部还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吗？开始我们的第一天上班。1982年11月23日。检查员，欢迎来到格莱斯丁边境检查站，这是你的新工作，在护照上盖上入境签证，然后把证件还给过境人员。目前入口只对阿什托兹卡市民开放，拒绝所有外国人。阿什托兹卡万岁。这个是护照上的国籍，这个是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检查亭的一个配置，这是我们的百叶窗，然后这是音频记录，然后布告单，这是显示的时间，我们的每天工作的时间好像是12个小时。这是我们的职务手册，这里面写了一些基本规则什么的。然后我们就开始一天的工作。这工作是什么呢？就是检查文件。这是阿什托兹卡的人，东格莱斯丁，如果是的话我们就来一个批准，那不是的话我们就批这个拒绝。这个前期的任务都是比较轻松的。只要不是我们国家的人，我们都把他们清出去。我们说了一句话就走了。
前期的这个工作都非常的简单，就很容易就完成。这一次只需要检查这个护照，那后面我们检查的东西就多了。第一天工作结束了，这是我们的薪水，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开销啊，我们这是有妻子、有儿子，然后还有岳母和一个叔叔。11月24日，格莱斯汀边检站是一个成功，然后入境条例放宽了，允许外籍人士来访。1982年11月24日，第二天工作，准许外籍人士持有效护照进入。边检站里的设备已经安装完毕，仔细检查护照上的信息，看是否有不符合的地方，拒绝信息不符合的过境人员入境。然后这个红色的按钮是检查模式，然后检查出两处不一样的地方。阿什托兹卡万岁。检查出两个地方不一样的话，可以激活审问。后面都是一样的，把手册放上来方便一点。这个第一个应该是准许的。所有文件必须具有时效性，然后我们就不能超过我们这个时间，有一些或者说是像这个我们的日期是10月24号，它这个护照的有效日期是10月25号，所以这个就是不匹配，你可以审问它。是符合的，这个其实还要在刚才没有考虑，刚才那个应该算是过去了。这个还要考虑一下它的这个地区是不是有效的。啊，照片不符。哦，大意了。前两次是有错误是可以给你警告的，第三次就开始罚自己的款了。这个是可以的。引播没有这个希格莱斯汀，时间日期都是对的。别忘了来看我。哇哦，满足你的所有欲望，红粉伴侣1-603-4。星雷顿1984-1983。这个有外来者入侵，
今天只拿到了五单，已经很不多了。11月25日，恐怖分子攻击了格莱斯丁，然后更多的守卫，更严格的检查，然后这文件开始一路路的变多了。1982年11月25日，非本国民的入境受限，所有外籍人士都必须持有一张有效通行。遗失的文件可以通过指南里的相关记载和史代检区高亮来解关联。这后面都一样了，老样子，把我们的这个规则先拿下。通行证11月25日，今天的，这是没问题的。看一下他的护照，时间没问题。哦，地区，这个是没有这个通行券的，一定要审问一下。10月25日当天的，83年是，这个应该都是没问题。又发小广告，这个其实，是本人吗？是本人。来红粉伴侣找伊娃。因为刚才那个是昨天的，是一个工作地点，这个没有问题。这是对的。下一位。Papers, please.我的通行券都是对的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幸运的人，有什么问题？克洛齐亚有一个地方叫维多吗？有。请出示文件。12月11日，这个有效期还蛮长的。新雷顿，上面能有个。哦，通行证的日期必须是当天的吗？这个没问题。哦，他的这个护照过期了。我要属于阿什托斯卡最伟大的国家。也没错，您的护照呢？
记住这个男人，这个男人后面也会回来。Papers 11月25的这个是对的。7年9月4号，84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嗯？哦，我就没有查他的事，我以为有那个事。这是哎，这个照片儿。不可以。这个是就很难记，有的地方就要随时查这个手册。外国人必须持有通行券。丢了，不过。哎喂，今天要过去了，我们再接一两单。这是本人吗？性别对吗？这怀疑，现在没有办法验证他到底是真的是男的还是女的，所以我们只能拒绝他。有效期是对的。看一下地方，这个人应该也是本人吧。哦，雷森，雷格布里，雷森纳迪，对，这个是可以批准的。啊，今天的工作结束啦，丢了两单啊，这个是钱啊，这个存钱不容易啊。黑市活动横行无忌，政府责备入境管理部检测松散。1982年11月26日，今天不知道又有什么新的证件检查。更严格的证件要求已出台。阿什托兹卡的公民必须出示身份证，外籍人士必须出示有效的访问许可证，通行证已作废，字儿没有写出来。认真熟读所有条款，拒绝所有证件信息不符合的人员入境。参考录音来对照过境人员的表述。阿什托兹卡万岁。我们的基本规则又增加了两条，然后开始今天的工作。Papers 拜访朋友，停留多长时间？两周，对，这个都对上了。1982年12月18号，这个是没问题。然后我们查一下他的事是不是对的，怕了怕了。这第一个应该是没问题的。一般第一个人好像都会给你做一个样子，就是本国公民。对，这胡子一看就是他本人。东格拉斯丁，这应该是，我们看一下他是不是奥克托瓦勒斯区。这应该没问题吧，护照也没有过期。身份证都是一样的。这个前期有的时候比较容易漏掉东西，像这个就没有这个通行证、入境许可证。过期了，不能让你过了。
放屁。哎，boss，经过几天时间，这是没问题的，日期也是对的，名字和护照号码是对的，护照期限是对的，外格罗斯，安特格利亚，对，这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嗯？啊，姓名不一样吗？6个月来访，哎，这个有效期限过了。这怎么能行呢？诅咒。画个圈圈诅咒。账目团聚。时间是对的。哎，这个护照号码。那怎么能行？我公正。为什么来？中转。待几天？这个没问题。号没问题。名。弹出来一个指纹验证。这是对的，但是他说他改名字了，但是我们的这个记录里面是没改的，我们不能让他过。哎，又来了。这年检 OK。这画的也太那个了吧。你不喜欢护照，我明白，我会带着更好的回来的。你的后面还会回来。本国公民要有身份证。哎，按错了。1929-0101。这应该没问题吧。荣耀球阿什托斯卡，又是一个阿什托斯卡，是本人吧？哎，这个生日，走走走，下一位。又要下班了，请出示文件。几周？两周也是几周？名字是对的吧？记得应该是有一个这个地方。哎，boss，这一看这个身份证就过期啊，护照就过期了呀。哦，
哦，哎，还能再来一单，然后再转一单，然后再转一单。不对呀，你不是说你是来旅游的吗？突然改口，啊，行吧，行吧。这是对的，这也是对的。1943年，10月8、4年，7月20，这应该是没问题的。耶，今天又过去了，房租上涨了，天呐！没事，还能剩下30块钱。